放生时有些众生已经损伤，放了也未必能活，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放？那放还有意义吗？放生啊，我们放生不是解决今生的问题，还有解决来生的问题，因为我们人有受禄，受禄道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学佛人要助念啊，叫往生西方，其他众生也存在这种机会啊，临终的时候啊，病苦的时候啊，都需要一个助念或是一种开示啊。如果他比如说已经损伤了，这要是有口气儿，甚至已经没气儿啊，不能活了，但他的神识并没有离开，如果我们进行三皈依，都用我们的慈悲心给他放生啊，他都有可能超生啊，脱离这个畜生道或是往生西方，所以说这很有意义啊。所以说放生不能看到活就是放生啊，我们更主要一点要讲佛法啊，要进行开示啊，不光是要念佛，还要讲戒律啊。现在我们缺乏的一条就是说，放生的时候啊，都念啊这个佛号啊，佛号，比如人往生的时候也念佛号，实际上更主要一条应该念菩萨戒，念戒助往生，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刚才讲的这些啊，都是放生的问题啊。我刚才说了啊，就信灵去关怀众生，就是说你把众生看上是你心里的一部分，也是和众生一体啊。这就是用信灵去关怀众生。如果你把众生分别开来，那就不是用信灵了啊，你只是用心啊。用心呢，你可能是世间的心啊，并不是俗世的心，我们应该用俗世心去观察啊，因为这个法界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啊，都是唯心所造的，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观念啊去理解放生，这个放生才会更具有啊佛法的意义，众生才能真正的解脱。这个他第二个问题也写得非常好，用行动啊，缔造这个和谐啊，社会的和谐啊，这个行为来讲啊，不光用心，还用行为啊，对行为也很重要啊。我们的行为，那什么是啊这个真正的行为呢？就是说，应该在世界的基础上去搞好放生。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行为啊，也是法愿啊，也是法愿。什么是愿？持戒的愿啊。佛讲啊，戒的就是愿啊，戒的就是行啊。所以说我们在持戒的基础上啊，去行啊，去搞好社会的和谐，搞好放生啊。因为这个放生啊，不光是要说，而且要努力去做啊，不能因为一个微小的问题就不做了啊。这个很多的人呢，有时候往往看到一个蚂蚁啊受伤了，他可能不救护，但你要看到一个大的动物啊，他可能救护，这样都是不可以的。我们应该是哪怕就是一个小虫子啊，哪怕针尖大的小虫子应该救护。这个救护的原则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吃绿豆糕啊，绿豆糕，特别是没有塑料封闭的绿豆糕，你在吃的时候应该用一个叶子啊，放一双筷子，把这绿豆糕放在筷子上啊，这个液气一熏，如果这个绿豆糕有针点大的小虫子，它马上从底部
又爬到上部，你这个绿洲岛就不能吃啊。有时候绿洲岛出厂时间长了，它都会有虫子。应该这个落实在我们的行为上。另外再一个，这个很多的居士啊，有很多是家庭妇女啊，需要家庭生活啊。有一个人呢曾经问我，说师傅，我上市场去买菜，买来的菜有蜜蜂，你说怎么办？我说你这个捡了个大便宜啊，买花了一个白菜的钱，买了这么多众生而放生，不是好事吗？啊，这会儿他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好事。所以说，我们到市场买菜，发现有虫子的这菜，我们应该给它买下来，甚至高价给它买下来，进行放生，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维系的东西，啊，过去啊。我曾经遇到一个蚂蚱，啊，死了。这个蚂蚱可能是一个母亲吧，它身上带了很多的那个小蚂蚱。小蚂蚱有多大呢？也就是针根那么大，比针根小一点，比针尖稍大一点，啊，也不仔细看，就一个小红点。后来呢，我就对另外一个这个蚂蚱说，另外一个蚂蚱，我说的。你看看这个妈死了，她带了好几个孩子，我说你能不能给她抚养过来啊？我这试着说啊，试着说，后来我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是我拿着棍儿啊，把那个小虫子拿起来放到那个蚂蚱身上，可能大概是这么样吧。而那个蚂蚱一动不动的，等着这个小蚂蚱那小点儿啊跑到他的腿上，哎，完了那个蚂蚱再走，啊，你看众生就这么点啊，他都会啊有灵性的，啊，所以说我们用行为来救护众生，不一定都是买，啊，在每时每刻都要救护众生。你比如说走道遇到蚯蚓啊，太阳底下晒着，我们赶紧给它捡到一个湿的地方去，啊，去救护。这都是应该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用行为啊，这个来创造这个和谐的社会啊，这是佛教徒应该做的。因为佛教徒主要佛法在于行，不在于说。很好的理论，如果没有行，它是落实不到呢这个心里去。也落实不了这个那种子舍里去，所以说行为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随时随地要修正这些。所以说一个社会的和谐，它不是人类的和谐就叫和谐，应该所有的众生跟大家都一起享受到和平快乐啊，幸福，这才叫和谐啊！不能说我们啊很幸福啊很愉快，而其他众生很苦，这就叫和谐。那种和谐是有缺陷啊，不完整。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众生，有情的众生啊，都能和我们一起和谐，这才是可以啊，像一个大家庭似的啊，这才好。过去啊，我闭关的时候啊，这个秦藏寺啊，有的认识秦藏寺啊，那时候他给我护关啊，那天呢，突然啊烙了两个三个小饼啊，油饼啊，这么大小油饼啊，正我正在打起啊，打楞严起，我每次啊吃饭的时候，我都要拌一块给耗子。因为吃饭的耗子到时间他就来请啊，到时间那天呢，我就特意摆了一大块啊，那一块我现在想呢，那有这么长啊，这么多，我就放在这个旁边，我听他来请啊，他就看着他就拿走。
那天那个耗子就出来了，啊，出来了，我寻思他就，我紧着在那吃饭，啊，嗯，寻思耗子到那边把它拿走就完事儿了，啊，我想一定很高兴，今天有油饼啊，我挺高兴的，我都高兴，他都不高兴，啊，嗯，后来我发现那个耗子他没去那个油饼，他直接就奔我的碗里去了，我的碗里有两块这么大的油饼。那掉着一块就跑，啊，掉一块，老鼠不大，掉油饼，它一蹦一蹦的，就把油饼就给拽走，啊，当时我就说，我说你这也贪心太大，我都给你掰一掰，就够用了，你怎么拿那么大掰？当时想完了，啊，我说坏了，啊，我说他肯定不过来，果然，这饼掉走了以后，这个小老鼠离老远再不过来。他一往前冲动，那后面有个老老鼠啊，估计是叫的不让他过去啊，什么父母之类的说你别过去了，人都生气了，你还敢过去？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应该什么呢？用行为创造这个和谐，不要光考虑我们啊，你要考虑其他众生。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应该留出一口，要舍给其他饿的众生。这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咱们的生活也是很大一部分生命，每天吃饭的时候要自己口中要留出一口，要喂给众生，啊，应该平时要培养这种慈悲心，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用行为来创造和谐，啊，这种提法非常正确，非常现实，啊，是我们需要佛教徒应该努力的，啊。下一个问题，用慈悲来拯救世界，这句话太正确了。因为这个世界之所以啊有灾难，竟因为失去了慈悲，啊，因为没有慈悲，啊，这个世界就变成了灾难重重，啊，灾难重重，啊。地也动啊，山也摇啊，啊，各种灾难都会来了啊。所以说，人心动啊，鬼神就动啊，鬼神就动啊，整个宇宙就动。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用慈悲来拯救，慈悲从我心做起啊，我心做起啊，从每个众生的心做起。用什么心来慈悲？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慈悲来拯救世界。只有这种慈悲，才能会真正的拯救世界。啊，当然了，我们刚开始啊，发不到这种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怎么来发？啊，一个是不断的救护众生，舍命去救护众生。啊，另外一个就是严持戒律。啊，因为戒律。是菩提之本啊，因为一切的善根啊都有戒律升起，如果有了戒律，一切善根都会升起，慈悲也得靠这个戒律来升起。所以说我们应该严持五戒、八戒还有十戒啊，用这个慈悲啊，用这个戒律来不断的啊培养自己的慈悲啊。因为只有严持戒律，这慈悲才会真正升起。它升起来的时候，它就是菩提啊，就是无相的慈悲。这种慈悲对这个拯救世界是很有用的，啊，很有用啊。当然了，我们有时候做不到啊，先从目前眼前一点点做起，慢慢往这个方向培养。就是我觉得啊，今天这个。写这个三个字啊，啊，非常有意义啊，非常好啊。下面呢，再回答一些其他的问题。是一个人修行没有条件去实践，懈怠是怎么提起分别？这个问题啊，没有条件去实愿，
这是一种借口啊。因为我们既然成为一个修行，首先进行了三规，三规啊要常理生啊，到寺院里不光在家要拜佛，还要拜法，还要拜僧。这个寺院呢应该常去礼拜，能提起正念啊。因为三规是我们成佛的基础啊，如果没有三规，一切都不能成就。所以有三规必须时时完成啊，不可一日不完成。不管是吃饭、睡觉、走路啊，或是放生，时时都要完成三规。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完成三规，才能完成佛法。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条件去寺院怎么办啊？应该创造条件啊，哪怕走路的时候看见圣人，你要顶礼啊，要顶礼。你这个圣像就会使你提起正念啊，这是应该。因为佛啊不在世了啊，这个法友啊圣现在还住世。如果我们这个圣住世的时候不去礼拜，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恭敬心啊，失去恭敬。能既然在世，千里之内都应该去，要不超过一千里都应该努力去打去啊。这样的话我们的福报，这三位正念就会提起来。所以说懈怠的时候啊，应该这样做啊，应该这样做。不要找理由，应该创造条件。你哪怕一个月去一回啊，也应该去啊。这个问题啊，我想不可含糊啊。有的认为呢，这个寺院不如法，那个寺院不如法。你可以找如法，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如果就圣像这一条已经就比我们强多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去礼拜。第二个问题，修行过程中是否忍受孤独，感到孤独寂寞，怎样排解？修行中要忍受孤独，本来就是无我，忍受孤独是正确的啊。不管有人没人，我们这个心应该有一个孤独啊。这个孤独啊，就是一种什么呢？不攀缘啊，缘断了，他刚开始他就感觉到一种孤独啊。实际上不孤独啊，不孤独，因为什么？在佛法里没有孤独二字啊。佛讲的是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孤独在佛法里不算什么。就是啊，但是修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孤独啊，孤独。这孤独应该感到高兴啊，寂寞应该感到高兴。孤独和寂寞正是走向修行道路的一个过程，应该高兴就好。如果你去伤感，反而是错误。伤感就会伤了心啊，就会离开了这个佛法。应该感到高兴，我既然感到了孤独，又感到了寂寞，说明你的修行有所进步啊。众生之所以在六道轮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攀缘心啊，到处攀缘，互相在一起啊，你攀着我，我攀着你，哎，这就感觉到啊有生活的意义。实际上这就是轮回啊，轮回。如果断掉了攀缘啊，它必然有这种现象，是正确的。肿瘤病人很爱发脾气，该怎么劝导？这个肿瘤病人的爱发脾气啊，最好的劝导就是不劝导，哎，因为他发脾气，他有一个发泄的地方，一样把发泄。关键不在肿瘤病人，在于你怎么去领受。比如说病人发脾气了，你能和病人去计较吗？不能计较，而且这个欢喜的接受。你因为他跟你发脾气了，他的病啊就会减轻了，你应该欢喜的接受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应该怎么办？给这个病人顶礼啊，
你一信平了，对病人马上这个脾气就有所改善，不是你劝导他，而是你应该怎么修行的问题。因为应该把病人看成是福劫啊，病人是福，不管他是问一问啊，比你大也好，比你小也好，也不管是男女也好啊，他都是福劫，应该尽心尽力关怀和照顾，这样才能对我们修行佛法有益处，对病人有益处。放生时以何种发心为开始，以何种回向为结束，可以使放生功德殊胜圆满？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以什么为开始呢？就是众生和自己是一体的。以什么回向呢？就是以不回向为回向。因为你回向都是有目的的，我既然放生和自己一体的，那还存在回向问题，那就不存在回向问题。所以说这个放生问题啊，一定要有这个尽量努力吧。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个无相的去放生，但是我们尽量去思维，去这么看，看久了，我们就会慢慢体会到这里深深的意义，深深意义。因为这个意义啊，它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通过长期的放生，因为放生的问题，它有一个争夺的问题，争夺的问题，因为。你要放他，他的业力同样有被杀的业力，所以说放生的时候要尽心尽力啊，应该有时候喝出生命去做啊，甚至有时候啊，像诸事大德有时候不择手段的去做啊，包括过去有一个金山活佛啊，是哪个我记不清楚了啊，他曾经看到这个一个饭店呐、门前有一缸鱼最后这个和尚就跟他说他也不放，最后和尚没办法，怎么办？把这缸给推倒了，都给放到河里去因为河就在那个饭馆前面，最后他怎么办？我就趴着向你打一顿就有时候就得采取一点手段去把这放生要放还有一个去放鸽放鸽去买众生他那个您这个提前说好了多钱一个说好，我一听说他放生不卖了您说你多钱买我就不卖了我就不卖说我这给饭店留的，他俩就僵持不下了，说多给你钱，多给钱我也不卖，我就是不能卖，因为这个众生的业力的关系。最后这个居士是怎么办？到自己的司机再找两名有人在干嘛呢？在吓唬他，说你赶紧的拿棒子把他那个床子给他砸了，给人给我打了那个卖鸽子人说得了，你别打我，赶紧给你。所以这个手段呢？有点过分，但是呢，有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不是赞成但是我希望就能把众生救下来宁可挨骂挨打甚至背点因果，也应该救助众生。下一个问题，如何保全家幸福安康？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放生。
最直接了，吃素放生啊，这个全家幸福安康。第二个，如何快速达到学业事业最佳状态，那也是放生啊。这个如果放生有了慈悲啊，他你就如同啊有银柱啊，你本来你这个问题不会思考，由于你的慈悲升起的智慧，马上很多的问题就会啊迎刃而解，事业上呢就有了护持。因为一个众生啊，他都有很多眷属啊，很多眷属。嗯，你想要放一个众生是智慧了，但是你不知道他的眷属从各个方面来帮助你啊。过去啊，我在山上的时候啊，那个小豆啊，我们知道生虫子，生虫子就是那个生那小虫子，那鼻子特别大啊，特别大。后来那个就给这那些示范生虫的那个小豆啊，都挑出来啊，装了一个塑料袋放到山林里啊，叫它自生自灭啊，叫它自个儿生活。这一下损失不少那个小豆啊。那时候晚上就做个梦啊，梦见有个人呢，说他叫列宁啊，来找我来了啊，给我兜里塞钱啊，都塞到我兜里了。我马上把这一角啊就抖一下，我说我是出家人，不摸钱，我是有戒律，我把钱就给扔到地下啊，不是我的衣服啊，抖了那个一角啊，这个钱就掉地下了。旁边一个居士就给捡走啊，这个居士啊正好是那个村民啊。第二天他母亲啊就挑了一筐那个就是剩的那个馒头上山来供养啊。就是说当你救护众生的时候啊，你看救护众生，我像小虫子啊，他那个鼻子特别大啊，所以梦见一个列宁啊，列宁不是苏联人吗，是吧？个子还小，完鼻子还大，是吧？啊，回来这个居士先走了，正好他母亲就第二天就把食物送来了。所以说你的损失，你救了众生，马上就给你补上啊，他不会亏的。所以说我们救护众生啊，不要怕吃亏，说家里有几个老鼠啊。说有几个蟑螂啊，它影响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弄坏了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它的眷属啊，帮助你多少。你比如说有小偷上你家里，老鼠可能就把小偷给撵跑了啊，这事儿都是常有的啊。所以说你救护它，它就救护你啊。所以说这个事业最好最快速的就是放生。如何治好自己胳膊没劲儿啊？这个问题我说的还是放生啊，就是说你多跟着放生小组一起去放生去，当你一放生的时候就忘了胳膊疼了啊，时间久了就能锻炼好啊。另外从因果来说啊，胳膊腿没劲儿或疼痛都是由于杀生所来的啊。过去有一个居士啊。60多岁了，一个女居士，嗯，她有一天腿疼啊，腿疼啊，我说你是不是杀生所引起来的？她说不是，说我做小女孩的时候啊，就喜欢得那个蚂蚱，啊，蚂蚱把那个腿啊，以前那腿给掰掉了，就留上面那个大腿来回蹦。她说我一看它能蹦，我就特别高兴，啊，到现在我腿也疼，啊，说。不治疗呢还可以，越治疗越重啊。他说我就是那时候杀生出来的。所以说那个胳膊腿啊没劲儿也好啊，这个疼痛也好，都是杀生业来的。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放生，放生和忏悔啊。这个条我前两天做梦，问你太阳黑板2年后爆炸，如何是真的？怎么样救护众生？
啊，更希望您收我为弟子，那你就放生啊，放生最快。下一个问题，尊敬的法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有一个佛友的丈夫现在是肺癌晚期，已接近命中，他本人不信佛，其妻子儿女全信佛，家中想在临终前替他皈依三宝，四宝如法，临终用佛法意识相送，如果不皈依四宝能得到同样利益，请法师开示。就是放生啊，放生，这个放生啊很主要，临终的时候如果他愿意皈依三宝，可以给他做皈依三宝啊。如果虽然不信佛，如果用佛法的意识皈依三宝来相送，他能不能得到利益呢？是能得到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我供养的青兰菩萨啊，也是观云长观公，他就是中阴身啊，得到皈依啊，他不就喊冤屈吗？啊，后来遇到一个老僧给他讲啊，说你冤屈，那些你斩的三无官啊，过官斩六将，文丑艳良的头啊，后来都给打下来了啊，他不冤屈吗？啊，通过讲法，最后他皈依了这个佛法，最后是啊，发心护持圣贤来。哎，我们就是给他称为切兰菩萨啊，所以在中阴身这一段啊是可以进行皈依，进行皈依。第二个，家中只有一人信佛吃素，其他人要吃荤食，我们佛弟子啊应该如何做好？我们应该坚持，有一个人就有一份希望，你就是全家的希望啊，全家都吃荤，现在就靠你了啊！你就希望，如果你坚持不住，那整个这个家就是黑暗，是不是？所以你应该坚持住。比如说，他让你做啊做荤的，你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啊，你把那个他是拿个肉啊或是鱼叫你做，你别给他做，给他做，给他做的不能吃了啊，做糊了啊。下回你想做他也让你做啊，但是这是保密的，回家别说。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得非常时期啊，也得采取非常办法啊。如果他让你去买荤食，你也去。你等到他那个吃饭的时间都过了，你再回去啊，他下回他也不用你。这个下一个问题是：你好，我打胎过世，身子罪过非常大，怎样才能减轻罪过？我现在每天晚上念佛说长寿灭罪，故住童子陀罗尼品，可以吗？还怎样让堕胎定灵尽快离苦得乐，超生善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放生来作为忏悔，这个非常殊胜，心理忏悔啊，真正心理忏悔用行为，行为才是真正心理忏悔。只有这个行为做到了，心才能做到，因为这个行为和心是一致的，如果光说是心能做到而行为做不到，那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心啊。所以应该什么呢？应该做忏悔啊，忏悔。如果能见光啊，见佛啊，这样的忏悔罪业就灭掉了。下一个问题，弟子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寺院内的木鱼代表什么？什么也可以叫，什么也不可以叫。木鱼啊，刻上一个鱼，这种做法呢，我不赞成。
刻个木鱼啊，刻个龙脑袋啊，让大伙儿笑。过去说啊，有个鱼正笑，鱼就笑叶了。我说你这是给众生啊找苦恼啊，找苦恼。木鱼啊，为什么叫巧木鱼呢？这个木鱼啊，它这个动静是让我们回首六根啊，回首六根。因为木鱼能提起我们正念，跟大庆一样。大庆呢，为什么有庆和木鱼呢？因为我在我们回首六根的时候，六根回首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产生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和木鱼相似，和大庆相似。所以说佛教呢，就用木鱼和六个大庆，和引庆这之类的。来收回六根，啊，就代表六根的回收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眼睛不放逸的意思，啊，另外呢，一个木鱼刻上一个鱼，啊，这种做法啊，并不是什么特别妥当的地方，因为一个众生他本来就挺痛苦的，你再翘他，他不更痛苦，是不是？养成习惯了，你见谁脑袋翘谁脑袋，啊，你看佛翘那个。跳那个大鱼头三下还头疼三天，那我们成天跳不得头疼多少天，是不是？这个最好是不用这个。那个咱们寺院也有这个跳放鱼啊，放鱼呢一般都是木鱼啊，我们就给改了，改成一个钓了两个龙，龙呢中间放个柱子啊，还跳那个摩尼柱啊，啊让龙欢喜。请教师傅，放生是一次花很多钱放，还是同样钱布施去救护众生？啊，就是说我们尽心尽力就好，啊，不在于多，也不在于少，你这个心是尽心尽力去救，就合适。你考虑今天，你别考虑明天。在逛商场时，或停车场旁。常见到圣人模样阿仙算来算命或塑佛像，这种情况如何应对？应该马上报告这个佛协呀，或是公安局啊，因为他是假的啊。这个问题啊，不要客气啊，不能因为他一个圣像我就允许他，因为一个假的他会破坏很多阵，会造成那个佛教很大的伤害，我们不能放逸自流啊！但是，这个问题也应该介入啊。如果很多居士都在维护这佛法，而不让假声音去出现啊，这个问题啊就好办了。请教：无银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含义，请看是啊。这个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实相，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也就是佛。恭请法师慈悲开示，怎样为以不人方生？即为其救生善错义啊，为已故的众生放生，即为其救生的义处，你就什么也别想啊，你只要放生啊，你就会得到义处。我可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的周围是大山。啊，如果你喊一声我要帮助你啊，这个作为善的效益啊，他就会反应我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四面八方都会帮助你。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啊，自然就会得到一种反应帮助你。所以说你当然救护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为你救护亲人啊，你不要故意为自个儿救护亲人去帮助啊，这样获得利益更大。
跟法师盖字，以是不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念佛，有没有不共敬的事？这个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念佛，有没有不共敬的事？这个就是除了卫生间可以念佛啊，剩其他都可以念佛。但是这个念佛啊，不一定说嘴念就是念佛啊，因为我们行为我们作为符合佛法符合佛的戒律都是念佛，应该这么看啊。所以说这就是处处在念佛，时时在念佛。第二，向他人介绍佛法导致他人造口业毁谤三宝怎么办？怎么圆融嘛啊，圆融。这个向他人介绍佛法啊，导致他人造口业这个问题啊，是这样，我们介绍佛法的时候要观机斗教啊，要看好时机啊，看好时间地点啊，你才能给讲佛法啊。你有时候有一些环境啊，你比如说他正在啊骂人打仗啊，在火头上，你给他讲那个怎么往生西方啊，肯定不爱听啊，肯定不爱听。所以说呢，一定要有方法。第三个，这个，但是有一点，我们介绍佛法，这个心不一定说出来就是佛法，啊，说出来只是一种方法，我们内心清净了就是佛法，你相信你的心，啊，相信心才是佛法，这样就正确。如果你相信你嘴说的是佛法，那已经远离了佛法，哎。所以说你所讲述一切很可能就不是佛法啊，就是说你心里如果无相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不放生。另外也不要怕人诽谤啊，不要怕人诽谤，说怕人诽谤我就不说了，教化众生啊有时候也很难的啊。你看常住菩萨有时候顶礼别人的时候也找人打呀骂呀啊，你像起初正果的时候，刚才看那个碟也上面这一名啊，您也骂我们啊，什么骗子啊啊，还有这个练武术的少林寺的啊都有啊，刷把戏的都有啊，反正种种骂。但是我是这么想，他骂的不是我们，骂的是假的，是不是？哎，他骂的越多，有时候我还高兴，还有正面。第三个，在家人结婚办酒，要不能全数得保用三净六法或更圆满的方法解决啊，这个问题啊，是三净六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三净六。我当时啊，所以说刚开始是开啊，因为在楞严讲得很清楚，因为那个众生的命啊，是佛用慈悲力所化，所以说开三净六，后来佛呢就止了，在楞严经已经止了，持又惹无量罪，所以说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不存在三净啊。所以说最圆满解决方法，那就是不结婚。第四个，请问法师，怎样念佛才能守住心？怎样念佛才守住心？就是说，想守住心，不是你念佛守住心，平时的行为应该摄住眼耳鼻舌身意。你比如上市场，啊，逛商店，你东看西看，你回去就念佛就能守住心？不可能的，你必须平时说不看不听。啊，少思维，在念佛时候，这个心才能守住。怎样修戒定慧？
怎样修戒定慧？第一个，先把戒律先设好了，再研究定，再研究慧，先别说远，先把五戒设好，啊，今天的事情做好，再研究明天的事情，啊，你戒律设好，自然它就生定，你定有了，自然它就有慧，啊，这个定慧本来是一体的，都由于我们，啊，那个。好高骛远，以为是先修定或先修慧就可以直接得到利益，实际上你想要真正有利益还得从技术做起。下一个问题，我现在放生，家里还在吃鱼和皮皮虾，我该怎么办？有时候很烦恼。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你放生家里吃鱼，你就吃素啊，跟他们唱对台戏啊。有时候他们嘲笑你，你忍受，啊，忍受，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改过来。因为一家人，他互相都有个同情心啊。在有很多人在不懂得吃素的利益，他必然还有一段过程，要通过一个啊观察。了解啊，或者是这个升起细心啊的过程，所以说得有耐心。啊，尊敬啊，先生好，我有遇到境界现前时应该怎么解决？第一个，我爱生气，心脏不好，不知道该怎么用佛法来解决。这个爱生气啊，分在什么时候生气？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别人捣乱了，就说突然有个动静，这时候你突然要生气，你看我坐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影响我？就是气特别大。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应该马上念一句，他正好一开门一影响你，你就问，哎，我怎么没开悟啊？应该他这么一闹，应该我开悟才对，没开悟说明他这个动静还太小了，再大了就好，对，你就不生气了，这个劲儿就转过来了。第二个，每当想到家人在外面开车，心里有点不往好处想，该怎么样转静？多诵《金刚经》和《心经》，多放生。